样。开工的第一天呢，佳慧导演就要我演不在剧本里面的，就是临场加上的一场戏，要我演吸了毒品，因为没有在剧本里面，我一直都没有准备。我叫你站在那里。可是演了几次就有开始演的有张家辉导演的要求，但是对我来说还是有挑战性的。开走！你个衰女人，又同埋剧本嗰度幻天光，而家先写得甩翻 OK 啊！啲 friend 唔系咩猪朋狗友，个个都系上等人，系你睇唔起人啫。我记得我跟他演过一场戏，很简单的，没有说话，我被鬼上身了嘛。被鬼上身后呢，我看他的眼神是空洞的，他就说，他看了我很久，他说，我感觉不出你被鬼上身了，你再演一次，我要觉得你完全是不是人类了，你是被鬼上身了。演了好多次，他才满意，所以可见的他是一个细心的演员。我话要着佢件衫啊！总之听晚嘅演出，我想取消佢。